原标题红颜薄命，世界史上命运悲惨的宫廷美女，没有最惨，只有更惨。中外历史不少绝世美女，或为皇后皇妃，或为女王，她们倾国倾城，美貌冠于当时，一让后世之人神往，然后命运不济，她们都死得很惨，不得善终。一、刘邦爱妃戚夫人，被吕后折磨成人质致死。戚夫人，戚夫人，汉高祖之爱妃，公元前205年与汉王刘邦缔结姻缘，后生子如意。公元前202年，刘邦打败项羽，封为贵妃。因公元前194年被吕后折磨成人质致死。二、唐高宗李治原配王皇后遭武则天杀害，手脚被砍掉。王皇后，王皇后约628年到655年11月27日，唐高宗李治的原配皇后，因武则天被立为皇后而被废为庶人，后手脚被砍掉，并被放到酒缸中。不久，二人去世，王室的姓氏被改为莽。三、唐高宗李治爱妃萧淑妃，被武则天砍去手足，浸泡于酒缸，折磨而死。萧淑妃，萧淑妃，到655年11月27日，唐高宗李治妃嫔，高宗李治为太子时，萧氏为良帝。唐高宗登基之后，晋为淑妃，宠冠后宫，后在与武则天的宫廷斗争中失败，被废为庶人，关押在暗室，被武则天砍去手足，浸泡在酒缸中，最终被折磨而死。四、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被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处以死刑。玛丽·斯图亚特，玛丽·斯图亚特出生一周后便即位，1558年同法国王子法兰西斯结婚，1560年夫死，此年返回苏格兰亲政，信仰天主教，为苏格兰贵族和加尔文教徒所不满，1567年被废黜。次年逃入英格兰，后西班牙国王勾结英格兰天主教势力，图谋扶持他夺取英格兰王位。事情泄露之后，为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处以死刑。五、法国路易十六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断头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玛丽安托瓦内特，1755年11月2日1793年10月16日，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妻子，死于法国大革命。六、朝鲜女皇后被日本人玩弄后乱刀砍死。明成皇后，她是朝鲜王朝高宗李熙的王妃，黎兴敏是万熙集团的核心人物，19世纪末朝鲜的实际统治者。高宗32年1895年8月20日10月8日凌晨，在日本驻朝公使三浦吴楼的策划下，日本陆军中佐南奈幸彦、浪人冈本柳之助等率领数十名日本浪人、400多名日军守备队和800名朝鲜训练队冲进景福宫，遭遇闵妃亲信洪启勋和美国军事教官戴伊指挥的朝鲜侍卫队的顽强反抗。明成皇后攻占景福宫的日本人无耻玩弄闵妃，并最终将他乱刀砍死。为了销毁罪证，日本人杀害了闵妃以后，还在当天清晨将他的尸体在景福宫东侧鹿园的松林中浇上汽油焚烧，并把骨灰丢进了池塘里。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